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 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今天是8月19日，星期一，我是 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整体情况。澳洲股市在上个星期连续遭遇了下跌，虽然在星期四的时候有所反弹，但是到了周五依然出现了大约 0.1% 的下滑。那么到截止周五下午4点收盘的时候呢，澳洲股市是收盘收在6408点，距离最高时期的接近于6800点的价格，在过去两周累计下跌了接近400个点。中国方面呢，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分别有大约0.4%的涨幅，整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在欧美方面呢，英法德除了英国有小幅下跌以外，德国和法国分别上涨1.2%。美国三大指数呢，在周五继续出现反弹，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300个点，涨幅约为1.5%，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也分别上涨大约1.4%。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受到股市上涨的影响，轻微下跌大约10美元左右。石油价格呢，则反弹1美元，目前回到了55美元附近。另外，比特币价格目前依然稳定在10500美元上下。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是呢，我们知道呢是澳洲股市在上两个星期是连续出现了下滑，很多朋友们都在担心现在澳洲的上市公司是不是已经要开始亏损了，未来的走势还能否像之前一样上涨呢？那么在过去几周，我们知道呢是陆陆续续有澳洲很多的上市公司分别发布了各自的财报，那么从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整体上来说，各个板块和各大行业呢，依然大多数是在赚钱的，也许是比之前几年的巅峰时期呢要赚的少一些，但是大部分企业还是在盈利的。那么除了一些本土的，特别是一些消费行业的板块有所下滑以外，其他大多数包括了银行和矿业，在过去12个月的这个经营中呢，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记录。那我们知道呢，首先澳洲的股市最大的两个板块呢，就是金融股和银行和这个矿业股。那么金融板块呢，首先大部分就是由银行组成的，而金融板块的上涨和下跌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澳洲政府和央行对于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态度。换句话说呢，我之前为什么一直看好的是澳洲银行，尤其是国民银行，其实押宝就押在现在央行连续的降息，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澳洲股市上涨，尤其是金融股的上涨。那么另一方面呢，和中国相关的股票在过去的12个月的表现也不差。从我们知道的奶粉股、红酒股，到一些中国出口贸易和中国出口贸易有密切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公布的财报都比过去一年要创下历史记录。就算是铁矿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一年半是出现了连续的下滑，但是呢，第一，铁矿石价格在今年6月依然达到了最高纪录；第二呢，矿业公司的出产量也接近于历史新高。所以很大程度上呢，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股市的上涨并不是完全取决于经济数据，更多的是来自于投资者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对于未来的一个我们叫做呢其风险的评估。也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经济下滑或者说放缓，但是只要刺激政策在不断的出台，能够让大家觉得未来能够变好，那么股价还能够继续保持上涨。所以总结来看，现在的澳洲股市从公布业绩的那些公司来说依然是在赚钱的。而且第二点更为关键的是呢，我们判断澳洲现在的政府和央行是希望股市能够保持强劲，能够继续上涨，以此来增加民众的额外收入。那么钱多了之后呢，自然可以考虑用于消费和其他地方的投资。好，那么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说呢，我认为这一次澳洲股市从6800点下跌到6400点是一个回调的过程，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担心那样大跌的开始。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世界局势呢都不太稳定，尤其是美国方面，美股也在过去两周从27500点呢下跌至25000点左右。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着这么大的变化呢？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包括它的就业数据也好，经济数据也好，和物价数据也好，和过去几个月相比呢没有出现本质的区别。但美股为什么会出现连续的下跌呢？其实就和我们之前说到美股包括澳洲股市能够上涨一样啊，这个是由于呢股东或者投资者或者买家对于未来判断的一个差别啊。如果说现在这个我们知道呢，央行也好，政府也好，不断的刺激世界稳定太平啊，那么呢这样即便是现在的数据不太好，大家对于未来依然能够充满信心，只要充满了信心，股市就能上涨。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啊，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在对未来的判断上出现了差异。也就是说，之前可能大部分人觉得未来会变好，但是现在在大部分人中有一部分开始发生了动摇。那么这些主要的原因有什么呢？我们跟大家简单归纳了一下，其中最大的就是第一，中美贸易纠纷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啊，从2018年年初到现在接近于一年半了，但目前两国依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第二，中国经济放缓未来可能还将持续。我们知道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走入了 L 型底部，那么这个底部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变成 U 型的上涨，到目前还没有确认。所以呢，现在市场担心中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放缓，最终会降低对于全世界的需求，使得经济呢进一步的放缓。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局势，尤其是亚洲方面，香港的局势让很多投资者觉得呢，这个潜在的对于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四点就是现在人民币破了七，我们使得投资者很担心呢，这个中美问题呢，从过去的啊，现在的这个贸易纠纷将进一步扩大到呢，我们说的金融界的纠纷啊，那这一点呢，也会极大的损害到投资者的信心。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这些消息到目前呢，都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股市会跌这么多？其主要原因还是离不开信心二字。我们在不同的节目中，不同的场合跟大家提到，这个现代的金融市场里面是建立在信心和信用两个基础之上，没了信心，那股市一切就没了；没了信用，那么甲方和乙方的交易将无从下手，双方要拿着现金和货品直接面对面的交易，这在现代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